恭喜九总，喜提一个小目标，今天这顿我请。贾老板客气了，今晚随便吃，我来买单。第一次来东北点菜，不能输了南方人的气势。叮叮叮，先来十个小麻花，开开胃。怎么，要不您先尝尝别的？这不是一句普通的征求意见。贾老板刚才与服务员四目相对，并有规律地敲了三下桌子。这是摩斯电码的手法，我猜接下来是呀，小姐，我们家新上的地三鲜锅包肉也很有特色的。上午猜对了，他俩果然有猫腻，不断推荐新菜品，诱导消费。够了，我就要这个，另外再加十串的玉米。邱总，要不还是我来吧？一招欲擒故纵，嫌坑的钱太少了，那我就将计就计，让你露出马脚。服务员，再加个铁锅炖。小姐，您这还嫌菜少了，坑的不够？幸好我有录音，一会儿都给你们曝光出来。就这些菜，去准备吧。邱总果然大手笔啊，点菜都这么高卖。您看我们这盒子，自作聪明的普信男，也要让你原形毕露。我觉得得再考虑考虑。淘汰。